我推荐一个菜。No。一博会推荐鸡翅。哇 ，Nice。So spicy。我要推荐臭豆腐。今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所谓的团队秀，给就国外的 dancer 一个机会唱中文歌。之前没怎么排练前面那一趴，然后后面那一趴那个舞蹈就是要的就是不行，要的就是不行。海哥排的，全程不上场，把他位置空出来。跳舞嘛，无论是不同任何人、不同的职业，都可以去享受他的那个过程和享受他的那个情绪。点进去。